Hi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Forza Lee. 今天呢，米哈游开展了3.2版本的前瞻，在这个前瞻直播中呢，预告了我们将在3.2版本中可能会遇到的人物，以及后面涉及的相关剧情。我们期待已久的小吉祥草王纳西达，当然还有米哈游之前就已经公布过例会的新角色莱伊拉，还有很多我们玩家已经早已关注的伞兵。作为贯穿虚拟版本的重要人物，将会在3.2版本中拥有更多的剧情。我们的周本呢，也可能会再一次更新，迎来虚拟的第一个周长副本。如此多的内容呢，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跨进到3.2版本当中。具体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观看，看一看诸位 Reactor 的关注点都是哪些呢？是不是和你我都一样呢？It's not like I'm watching someone's live stream. I pretty Imagine much this. We have orchestrated our plan and successfully rescued Lesser Lord Kusanali. We have changed Sumeru's entire political landscape. Yes. Huh? Wait, what? Did I just see something dart by? What? This is happening. Having the doctor gone benefits him as well as us. Amazing. So this is how it feels to walk out of that cage with my own body. Hey!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But now doesn't seem to be the time to indulge in this feeling. Is it to that brain extension? Not now. Stars, shine for me. Luckily, there is still some time left for me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before I leave. So, Big Juice. Yes. You think this is over? Wait. No. Wait, don't cry. Oh, shit. Run. That's the secret hidden by Ermin's soul concerning the truth of this world. Is this person gonna have the last act for the. The Balladeer has already become a god? No wonder your own people have abandoned you. God of wisdom. Holy shit, that's so cool. So at my command, you shall fall. My endless cycle begins. Your ploy was to sacrifice the traveler here, was it not? Nilu, are you sure about this? You're taking such a great risk for them. I must admit that I'm a little scared. But I'll try my best for Lesser Lord Kusanali. Hifem's plan is even more radical than I imagined. Brothers, let's show them we Eremites are not to be messed with. Wazar, you betrayed all of Sumeru. Betrayed its Archon. Creating a god. We are using human wisdom to create a god. Let us reenact the scene of the Archon War. Come and inaugurate my birth as a god.我个人是比较期待每个版本的 PV 的，因为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未来版本的内容。我们可以从这个版本 PV 中呢，可以看到有许多新的值得期待的东西。这次的版本呢，也不例外。虽然只有3分多钟的内容，但是里面的信息量非常的足。就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在这个画面当中呢，有两个我们熟悉的角色。迪西亚和博士。先说一下迪西亚吧，在3.0和3.1的版本中呢，
都有不少的剧情。在 3.1 的版本中呢，其中还有一段过场动画是关于他的。雷厉风行而又头脑灵活的他呢，想必也迎来了很多人的喜欢，当然呢，其中也包括了我。在这个画面当中呢，迪西亚也非常关注博士的动向。作为在 3.1 版本中引起了巨大骚动的幕后人物呢，他的一举一动呢都值得关注。从此呢，我们也看出来迪西亚也是一位非常细心和警惕的一位角色。在接下来这个场景中呢，大家可能和我一样都很期待，你可以看到他们表情的变化。在这段演示当中呢，纳西达挣脱了束缚，终于迎来了自由。我是非常的高兴的。看来在未来的版本中呢，我们的计划呢成功了，顺利的解救出了我们可爱的小草神。这个时候呢，注意听一下这个音乐。欢乐和联动。纳西达的普攻动作呢也是非常的可爱。他也是在 3.2 版本中上个卡池中 UP 的五星角色，而我也已经准备好了原式去抽取他。接下来这个角色呢是一位四星的冰系角色。在之前呢，米哈游就公布过他的例会和一些简介，看来这个也是在新的卡池中会出现，应该也会有新的剧情。在演示中呢，我们可能无法看到更多的信息，不过他的元素爆发的动作呢还是非常的好看的。相信再过不久米哈游就会公布新角色的 PV 和 demo，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内容，更多的去了解他了。五项系列的 boss 呢在这次的更新后呢可能会迎来最后一块版图，五项之草呢也即将登场。它的掉落物呢可能是纳西达的突破材呀，看来后面呢要多多和他战斗了。米哈游呢一般在黑屏部分呢将会迎来一个关键的转折，这次呢也不例外。黑屏中的独白呢让我们逐渐转向了关注已久的角色伞兵，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看到伞兵时候的表情呢都非常的激动。不过这时候呢，我们的纳西达为何会哭呢？这个时候感觉是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谋，大家的表情呢都非常的紧张，我也非常的困惑。我其实呢是不希望有过多的悲伤的剧情的，不过这次还好。当伞兵的装甲部分出现的时候呢，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的大，被这个场景给震惊了。我理解他们看到这个场景的一个状态，因为实在是非常的震撼。伞兵的这个新形态呢非常的高大，我们可以通过公布的 PV 中简单了解一下信息。首先呢是它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形态，这种呢是在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而这一种呢可能是它的完全体，非常的高大。我们的角色呢在它的面前呢可能会非常的渺小，而且呢它给它的攻击属性呢可能不止雷元素一种，这可能也是我们后续需要关注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会在 3.2 的剧情任务中呢接触它，做完相关的魔神任务之后呢，它可能会加入到周长副本当中。好了，我们这次分析就到这里吧，谢谢你观看我的视频，拜拜。